然后这刚才的那个排那个这边左边心脏痛的时候，突然右胸啊痛了一下，就是在那个排的时候啊，好，刚才又是个飞碟，又是飞碟这样斜着，它就这样嘛，就相当于这样，飞碟就这样，飞碟这样就斜着，但是没有这么厚，是扁的，扁扁的一个飞碟啊，再这样，现在显示海面，显示海面。好像现在那个飞碟啊，啪，打下那个强光啊，把那个范围定位一个，再定位一个，再搜索这个海域里边还有什么其他核废料，来搜索还有什么核废料，在这个范围里边看看还有什么核废料，还有什么核废料，现在叫打捞核废料，这现在的主题叫打捞核废料。飞碟打捞核废料，飞碟打捞核废料，飞碟打捞核废料，然后扫描完以后，如果发现就把它提走，如果发现把它提走，如果有散在的，就像立网一样把它捞起来，捞起来。飞碟正在打捞，飞碟现在正在打捞东海海域的核废料，飞碟正在打捞东海海域的核废料，飞碟在打捞东海海域核废料，飞碟正在打捞东海海域核废料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啊。